接下来我要介绍与会贵宾，各位来宾，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统。总统，欢迎你。报告总统，我们欢迎你，谢谢总统。接下来我介绍交通部陈部长。陈部长说，我们交通部一定要跨域整合新智慧，打造幸福新交通。欢迎部长。基隆市林佑昌市长，欢迎你，打造基隆处处有亮点。欢迎市长。公共工程委员会许俊玉主任委员，许主委是我们这个基隆车站迁移计划在他担任铁工局期间的重要政策，谢谢，欢迎许主委。同时呢，支持我们工程机会，协助我们和乡亲沟通，立法院徐少平委员，徐委员欢迎你。欢迎我们基隆市议会宋伟立议长，还有我们在场所有市议会的市议员朋友们，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协助。接下来我介绍这一位是林建署的洪主任秘书，未来我们基隆都市计划更新就要请我们林建署多多帮忙，麻烦你们了，谢谢。同时我们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刘正豪委员也非常关心我们的交通建设，特别请办公室国会办公室主任徐淑珍美主任也莅临到我们会场，谢谢你，欢迎你。我们林永花副市长，欢迎你，负责执行基隆新政，我们铁工局的胡湘林局长，欢迎局长。负责铁路营运台铁局周永辉局长，欢迎你。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总统府国策顾问郑锦州顾问，欢迎你，欢迎。在场的所有媒体朋友们，欢迎你们，相信今天经由你们的介绍，我们基隆乡亲，我们所有观光客都知道，未来基隆车站就是基隆的新地标，未来要去基隆庙口、西岸码头很方便，请你们今天把我们放送出去，大概休假来接头，欢迎各位媒体。当然，接下来我要欢迎的是我们基隆这个东。